没出过的场，或者是好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收钱的床，放了钱才能出来的床。哎呦，我少拿了一个床啊！先把这个给收进去。哎，先换个井号。这个看一下，没错。填上，然后再放到井号，放一个床，再放加号，这里挖三格四格 OK， 拉出电流线，放在这里一二，放一个这个，再放一个这个，再换一个这个箱子，随便换一个东西试一下，可以。来，给它埋起来，要弄得隐藏点。我随便弄一下，你们可以更弄得更隐秘哦。收钱的床啦，看，然后小伙伴觉得好玩的可以给我点赞，为什么不可以踩亮的哦？试一下 ，OK， 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会收钱的床啦，看，只要一放东西进去，它就出来了，把钱拉走，它就进去了，这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我们可以收银哦，拉走它就进去，是不是很上进？哇！好，六七秒给今天小灰鼠。